宋茶，今天我们要来玩我们的 Minecraft 七生存。Hello， 然后我们今天呢要来做自动熔炉。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就几样。等我一下，我先做个东西。就是我们的材料就是漏斗，还有投掷器跟灵魂沙。我把它丢出去了。然后呢？还有什么灵魂沙以及红石，还有苦力怕。哇哇哇！会爆炸！哦，杀死了 ，Creeper。好，我们杀死他。我是还没有试过啊，不过红石跟很。从旁边挖出去吧。这个到时候再用好了。好，还有我们的红石比较器以及什么忘记了。先来拿材料，木头。棒棒，弓带子。有什么？有石英跟石头，还有原石啊，还要烧火。原石，石头，哪里还有石头？煤炭呢？怎么点到鸡蛋？挖一下好了，这里也有铁钉，我看一下，扫过一遍，看来好像都没有。好了，去挖煤炭。煤炭啊，不对，你要进去，差点就进去了。熔炉、木头跟石头，这个等待，他说要用三个石头。好了，材料可能会不够，再去多拿一点。木半砖好像也没有用到了，也拿一烧吧。不是，那你要到我家说，等我拿过来。可恶，拿过来，还停在这个。晚上了，用着用着就晚上了。
快处理处理去睡觉。啊，今天就不要那么快，还是这个吧。晚安，来睡觉喽。然后呢，你就挖一个3×4的格子，然后把漏斗先放在下面。你要最好是先放熔炉啦，熔炉要先放在最下面。哎，熔炉放在这，然后这边放一个漏斗，两个漏斗，也要记得都要连到熔炉哦。一定要连到龙，去上面放。像他那个东西，随便找一个，他就会传到下面去了。有没有？然后呢？接着在下面再点一个搞投石器，投石器呢？放错了，这边才对，这样应该就会喷了吧？哎，怎么一直把东西用出去的？咦？怎么讲？让我看看，真是太快。还有是发生了地震，为什么没有啊？53，刚才宿舍吗？不应该那样用，我们应该要，怎么用比较好的？东西一样放这吗？但是现在这边挖一个东西一样放这里，怎么这样呢？哇，会有闪电苦力怕。我们先回去等待雨停吧。赶快回去，赶快回去，等一下再出来。还有怪哦！我的天哪，可以睡觉哎、欸，可以睡觉哎、欸，那就不用等了。然后我们顺便拿一些红石，是在哪里？这里，把它翻起，然后再做一个拉杆，拉杆在这里做，然后再做十个。那对，还有一桶水，桶子不在我这里，桶在里面，岩浆口，第一等岩料是无限的。哎呀，肚子饿了，烦呢，那么快就肚子饿了，真是的啊！没有吃的，等一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。哦，喵喵喵，看错看错。还有里面的东西，好了，终于 OK 啦，搞定。哦，所以昨天应该不是，是我自己睡下来吧。看来 OK 嘞，哇哦，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破破烂烂的小房间。哼哼哼，是不是有点烂啊？
先去挖点煤矿，差点把它给你好了。乱云暗，哪里矿坑？这里面，这是普通的草堆。刚才矿坑哪里矿？这里面爆在这里上了，看不到，被草暗了，不敢进去。还是回家拿火把好了，加实在。又没有吃的，换了一个苹果，还有一个苹果。爷爷，这里有。这是西瓜，也砸了。我要吃，再来看，我看着看吃相，看我看吃相，好笑。好了，那什么，哇哇哇，再差点火把做完了，火把火把火把。大家会觉得光影。算了，不要理他。呵呵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哦。希望你喜欢我的影片，然后可以在下面按赞。那我们拜拜。